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叫卜凡，来自昆娱乐，然后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一下偶像练习生。不同之处，对不对？就是临近过年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年夜饭还有各地的习俗，还有各地的方言也各不同。那么我们也是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，对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各个地方的年夜饭到底有什么，还有家乡话到底有什么。那么好了，山东的先给我出来。山东代表队的。山东代表队了。山东代表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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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那边年夜饭有红烧肉，然后还有酥鸡，还有反正呵呵鱼啊什么的，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那个红烧肉。哇，其实我最爱吃的还是鸡素。咱俩家是都是青岛的。不是，我是混血，我是潍坊，潍坊，潍坊混青岛的，对吧？文芳，潍坊，潍。好，就是那个地方混一下青岛，对。然后你潍坊在年夜饭中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？鸡素。也是杨哥说的激素，水饺除了水饺以外，饺子啊，水饺，然后那个鸡鸭赫勒面，鸡鸭赫勒面，然后朝天锅，朝天锅，朝天锅可有吃。为什么这个样说？我学他。那来八两白，不要变了，八两白，说怕了变变牌。八两白，不说怕兵嘛，兵牌。哎呀，演员呢，破功了。来，继续吃。正经的，就是过年的年夜饭，就是。就是什么好吃什么，什么贵吃什么，就是慰劳一下辛苦的一年，然后大家团圆在一起，然后吃点好吃的，喝点好喝的，吃点饭，喝点东西，然后就幸福美满，阖家团圆。然后那我的家乡就是青岛的，青岛的应该会做一大桌的海鲜，然后同样也会吃水饺。咱们山东代表队最后用新年快乐，用家乡话再说一遍吧。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那么现在，那么山东代表队就要撤出场了，撤。行，那么现在就把麦克交给当当当当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山东代表队的，接下来我代表的是广东代表队的。然后我们身边不是身边，我们身后有一个我的室友，走错片场了，有一个我的室友也是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，就是邦邦啊，我们都是来自广东的。哎，你是来自广东哪里的？广州。广东。广州。广州是吗？广州那边过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？就是过年啊，就是去吃饭，然后就一直吃饭，吃完饭就回家，然后第二天也吃饭。哦，就是广州就是每天都是吃饭，说明我们广东那边的食物特别特别好吃，而且特别丰富。然后提到广东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广东尝一下我们那边的早茶，然后还有下午茶，然后还有早茶最好喝，早茶最好吃。对，哎，你们有人来过广东吗？我知道，他们那儿去哪地方都得先喝茶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去一饭店，我说我不喝茶，然后他告诉我你不喝茶也要会收你这个茶的钱。我说那你给我来一杯吧。那个解释一下，这个是叫做茶水费，对，就是去到那里哪怕你不喝茶你都要付这个费用，所以有的时候富还是划算。还有谁去过广东？我去广东最大的就是跟我湖南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它太清淡了，所有东西都特别特别淡。对对对，就特别养生。对，这是又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点，就是广东的食物特别的，就是营养，就是比较偏清淡那种啊。就是广东那边睡觉的时候感觉在洗澡一样，就是特别潮，就特别难。对对对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一般是北方是干冷，对吧？然后广东一般就是湿冷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穿十件羽绒服都没有用的。对，穿十件羽绒服你不会感觉到是湿的。对，你来北方也不会觉得是干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帮帮你先用家乡话给老家广州的拜个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跟住万事如意。
恭喜发财，利是到了，trap 平安。然后接下来就我给老家就是江门的朋友们拜个年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狗年大吉，跟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，跟住可以关注我哋节目，跟住家庭幸福，新年快乐。然后我想让他们学一下我们的粤语，你们谁学一下？我试一下标不标准啊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你要记那个桌后面其实是有个 K 的，桌在湖南是脚的意思，就是你广东话也是桌桌大家新年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哎，小鬼试一下，小鬼，哎啊、小鬼说什么？叱咤风云我任意闯，我状元我叱咤风云我这八岁。这个不关他事，自己熟悉了。小超，其实我祖籍是跟你一样的，是吗？江门，我系广东人。哦，你系广东人，咱俩是老乡。川哥，我讲什么？你想说什么粤语？你想说什么粤语？我好中意你，这样子吗？那你对镜头说一句。我好中意你，是这样子吗？标准吗？你再讲一遍。我好中意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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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加个靓女。靓女。靓女。我好中。我好中意你，靓女。OK。那下面就是我们广东小分队的前线报道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直播间交给我们的下一个，看对眼了，非常的孤独。等一下，交给你，你要用粤语说句话，我再给你。就你刚才好，就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再来一次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